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做会归三宝。啊，下礼尊念我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淡摩利欲中尊，皈依正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我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淡摩利欲中尊，皈依正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我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淡摩利欲中尊，皈依正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好注》第414页，414页，倒算第二行看起，古地法藏乞请，分三个小区。第一科佛境难明，再看经文，法藏别言，书记风亲为我境界，头前世间自在王佛甲法藏比丘讲三个字，第一个入诸思维，入诸动机，入应自念。这三句话意思啊，真深。法藏啊，这是菩萨，啊，佛讲这不是我的境界。啊，要请佛明白的教对。咱看念到的这段的注解，注解真丰富，值得咱学习。书注也宏大也，这破例书记宏深。啊，这句话要安怎讲？境界啊，境界心之所有路攀岩者，为之境。攀岩，咱较好了解。心会当研究的，这拢是叫做境。下面就古前的来讲，如色为眼色所有力，啊，就是讲色是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是眼色，所以眼会丢的眼色啊，所眼呢，
迄就是叫做啊色的境界。啊，对于眼来讲，这是色境。音声，目睭看袂到音声，耳孔会听到，所以耳孔会去沿着一切音声。那声是你是所言的境界，乃至法法庭，法庭是意识所言的境界，都是啊起心动念，乃至这两字当中升起。你比色心，就是六根所言的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这叫做境界啊。所以六尘是六根所言的境界啊。有是上之理啊，就是这个就进一步讲咯。大乘佛法所说，这个一切法的真相叫做实相。若观眼耳鼻舌身意啊，都还佫加一个意，得来意识。啊，六尘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个根尘啊，六根六尘的真相啊，是什么呢？这叫做实相之理。啥人会研究这个呢？微妙地有理之所，拢嘛称为境界，通称法境。啊，故在扩大来讲，万那些所言的。阿赖耶所言的，这个啊，事实真相呢，来证着阿罗汉果，六道内面的境界，伊拢知影，拢明白了。那实相是什么呢？实相是空相，凡所有相皆是浮梦。赵星林知影，啊，伊知影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。这是啊，那种智慧内面。拢称为妙谛，这是一切谛，只有心灵证着。为什么有这相产生呢？这修行唔知呀，修行只知呀，讲所现相唔是真的假的，所以也不执着。但是你若问伊讲，这假相安怎来的？这伊嘛唔知影，只从智慧菩萨知影，菩萨比阿罗汉较悬呐。这个智慧通称是道中谛呀，都是道理，种是种类，啊，有着万化，或者是讲一切法。到底是按怎呢？为什么有？
也伊对倒位来，伊起什么作用？即种只诶种种诶道理，菩萨知影。然后第三种呢，是佛所言呢，就是一切种地呀、啊，一切地即空，多种地即有即加有，佛的智慧即真空妙有，拢无障碍，而且所以叫一切种地呀、啊。佛家讲的这三种的智慧呢，那些所言呢，拢嘛是用境界来代表，所以嘛称为境啊，属有这法境的呀、啊，戒戒戒歇啊，范围。啊，境界之所观之境，一界歇，在佛法里面，千千大岁啊，拢嘛是属于这个名词来对。啊，修行呢？只会去研究一个修千世界，啊，伊的能量，啊，菩萨呢，会演大千世界，发心菩萨会演无量无边。祝福他托也可见这个所言的境界千千大水都不同款，也在修行里面初久只有天眼天理，而久的叫宿命通，宿命是知道过去世，啊，阿罗汉，宿命通会知影过去五百世，未来五百世，这是伊个界限。啊，就是讲这是伊个范围。啊，佫较远咧，伊都唔知咯。啥人知影？菩萨知影。啊，真正哪会当去研究？进入佛的境界呢？哎呀，都是《心经》上所讲的，什么拢知影？啊，贤老和尚讲的呀，这是啊，大一天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是啊，发心菩萨。伊那是讲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伊将来要去倒位去呢？去化众世界去咯，也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，拢总去摒弃咯。也去看迄摒弃，看到罗刹那佛、罗刹那佛布心佛，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布心。发心就是比如吃那佛，发心是共同的，共同一发心、啊、是方三世佛共同一发心，那也是本体底下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啊，在佛法叫发心。也有一寡宗教内面，认为讲这是真神，
发心啊，是精神，精神是发心。啊，经过有着的一切万法，同一个发心，对发心来讲是一体。中国道家嘛有讲出来了，迄时阵佛法还未来到中国来。啊，道家所讲的天地有我，同根万物有我一体，迄就是发心啊。啊，伊那讲出这话来呢？啊，咱怀疑呀、啊。老子、孔子是不是好菩萨来中国来化身的呢？也因为大乘佛法讲的啊，佛菩萨应化来每一个所在是随顺啊众生。随心应量，随众生心应所地量，众生欢喜什么身份，伊就现什么身份。中国人真爱圣贤，以圣贤身份出现。印度人较爱佛菩萨，就以佛菩萨的身份出现。啊，有这可能啊！啊，我把个这个问题啊，向你老师来加请教。老师跟我讲，你上次讲会通，事实是无证据啊。啊，对你上讲是讲会通，但是无证据。啊，佛的印度。是宣布了，把这问题讲得很清楚。佛灭度了后，佛法四面八方的弘扬啊，也在中国无讲啊。孔子、老子是佛菩萨啊，应化无讲啊。啊，但是呢，历代。出家祖师，在家学佛的大师呢？啊，确实有佛菩萨来应化，这是真的啊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在中国、韩国、日本、越南，这些人的拢相信。地下大师虽不当初，地下大师释迦牟尼佛化身呢、啊？啊，先头大师呢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再来，英明延寿大师也是阿弥陀佛再来啊。话宝地起修是弥勒菩萨来再来，技术来对嘛有啊？啊，所以诸佛菩萨天天化身在人间啊。啊，无论是什么身份，伊的身份未暴露，身份暴露，伊就走去了。啊，所以讲，无论是自称还是别人称，伊什么菩萨再来啊？讲了伊无走。这都不是真的，啊，真的呢，新的这部落伊就走去了，真破的黑心，破的黑心，家己宣布，跟大家讲，伊是弥勒菩萨再来，公然就走了，
这就是真的啊。水雷化心，有无量寿经兼注，也这本呢是民国初年灵福部居士伊做的啊。已经注经，这本来对讲，自家势力所积之净土，也家己。修行功夫千深，大小都无同。因此，每一个修行的人的境界是无同款的。有我所得之呀，故不改邪，为之境界。修行有正啊，初果有正，二果有正，三果。也因的境界大小拢无同，啊，心通啊，道理啊，也是无同的。啊，大乘就好较侪咯。华严经上讲的啊，五十一的行集啊，十信位。十诸位，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五十个位次啊！顶边要有顶角，要妙角。也大乘经教顶面和尚讲的，有咒的啊，有比。事实的真相，比如《华严经》上啊，常常在讲的，这个宇宙是心现色变，为心所现，为色所变。这是在讲什么境界呢？讲七法界啊，六道轮回啊。啊，彻底弄清楚、弄明白咯，都爱八地以上，这个地位高啦。八地菩萨古力佛啊，真尊咯。啊，八地以前，啊，就是讲七地菩萨以前，怎样？无透彻。无亲眼看到，也都算讲是看到，嘛是模糊，无清楚。八地以上才真正看到啊！八地以上，九地、十地、顶角、妙角，妙角就成佛咯。妙角自上就讲。无住十宝土，十宝土内面的菩萨，华严圆教，初住到顶格，四十一个位处啊，所以叫四十一位发心大士故宝土，因住在十宝庄严土。那十宝庄严土，甲咱这个。世界还是无同款的啊！啊，就是讲，个六道、个十法界也无同款啦。啊，六道、十法界
拢总拢有啊，生灭的现象。啊，佛陀内面只有心现，无色变。啊，不是五浊心所，无这物件。我就故意讲，因是啊，转色成地了。啊，转不色啊，成数地。啊，色诶是有性灭，地灰是无性灭的。转阿赖耶啊为台湾境地，转本那位啊平定性地。转六色为妙观察地啊，转前五色就是眼耳鼻舌身为行所作地，那就叫做一经法界啊。转色性地了后，以前的相无性别了，只有问现。问呢，袂当讲伊无啊，现嘛袂当讲伊真正有，然伊现的相无性别啦。然后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非常奇妙特殊，然后就是讲伊有啊四土。有动机土，有方便土，有食补土，有相接供土，但是全部拢嘛是心现，无色变，也都是讲你伫叫世界看袂着性别，啊，每一个叫世界人化生呀，化开见佛啦。念佛一个天开啊，往生的人啊都出现了，不是囡仔，不是讲慢慢大汉的，现的心相跟阿弥陀佛完全拢同款。啊，这个后面下面的一品呢，咱就会学到了，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啊。凡是到极乐世界，身形、容貌、啊，智慧、神通、道力，拢嘛甲伊共款的啊！啊，为什么这个、世界是平等的世界啊？太难得咯，太殊胜咯！啊，那为什么要去平起呢？完全是挖苦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。圆圆啊，拢嘛兑现咯。迄就是讲，咱去到极乐世界所修的大悟啊，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内面拢无啊，只有极乐世界才有诶。十方诸佛刹土真歹去啊，无容易啊。啊，极乐世界非常容易去啊，只要你真心，绝对也唔通有怀疑，一定爱相信有佛菩萨无妄语。阿弥陀讲话也算话，观音世子讲话嘛算小，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。那那拄着苦难的时阵，一心一意求观世音菩萨，绝对会得到解决啦。也唔通讲唔相信啦、啊。啊，带着怀疑的态度，啊，你都无效果咯。一丝毫都未怀疑，都真正有效果。啊，所以啊。自性感通，这句话重要啊！真行到极处，咱个佛菩萨
就通了。那老师好怀疑是真诚心不足，会害破坏了。所以讲无感应啊，道理的这地啊，咱来真正相信，唔通半信半疑啊，来专心祷告，阿弥陀佛真正负起责任。啊，在咱这个时代，科学技术发达了。啊，多一人无受到科学影响呢？啊，囡仔出世了后，目睭闭开在看电视，啊，两三岁的囡仔在佚佗电动玩具。啊，五六岁呢，伊就会佚佗电脑。啊，这就是讲受科学影响真严重啊！认为讲这是真理。啊，科学所提出来都是怀疑啊，个圣贤完全都是背道而驰啊，这对咱的学问产生真大的影响啊。那是咱真正啊相信呢啊，未怀疑咯。这是啊，佛法所讲的贤君。那现在这贤君和科学啊，障碍着。那科学一定都要提证据来啊。那咱净宗念佛林往生的主宰，这都是证据啊。一般人敢做得到呢？啊，身体健康一点啊病都拢无，讲走伊就真正走去。这都正骨啊！啊，每一个往生的人，所实现的现象。咱亲目看到呀，真实所听到的，绝对不是传说。啊，四十多年前，我伫佛光山的教主，佛光山隔壁。是啊，将军乡啊，我伫佛光山的一年前啊，将军乡有一个老太太，念佛三年，下了往生啊，这代志四十多年前的啊，现在伫高雄，我有一摆。在中山大学讲演，讲到这个人啊，啊，我讲完落台了后，都有人跟我讲是真的，伊是厝边啊。老太太往生啊，真有智慧，厝内人无甲干扰着。养生是暗时啊，啊，食暗饭的时阵，
新妇后生啊，拢真正友好。暗时啊，做伙咧食饭，到尾即个暗时，伊甲大家讲：“恁先食，毋免等我，我去洗身躯。”厝内人也是咧等你啊，等甲真久，啊，哪会讲也未出来呢？甲叫拢无人应啊！去房间内底甲看，确实有洗身躯、换衫咯，无个身影。因到佛堂，去佛堂内底看卖，伊徛在佛像的面前，像海清。啊，甲问咧，拢未讲话，从这就看伊走去咯，徛咧去啊。只念佛三年啊，老太太人非常慈悲啊，非常忠厚，伊是大善人啊，用力拢嘛称赞的。学佛三年啊，无非前什么神拢嘛咧拜。啊，三年前后生娶新妇咯，这个、新妇了解一点仔佛教。劝伊毋通去四界拜，拜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啊，伊就接受咯，出来设一佛堂，未去外面去咯。逐工啊，伫厝内念佛拜佛，伊诶境界嘛无讲，无比啦，较袂互人干扰。啊，走诶时阵无破病啊，无病苦。行咧去啊，无思考。啊，这个表演呢，就多偌济人啊！当时传出来去看的人真济，大家真正相信咯。这个是唔是假啊？啊，老太太肯定是有知识字啊。伊是无讲，惊厝内人干扰。哎呀，你都走去咯，大家拢知影。啊，我啊，即、这个学佛啦，几多十年咯，六十几年，六十四年咯。今年2015年，六十四年啦。啊，我看到我听到的，啊是真的啊，不是假。有十几个人，啊，这个不是骗人的啊。啊，这个事实摆在面前，咱哪个不相信都无办法咯。诶，都系等来生啊，后世再过去啊，拄着啊，佛啦，有机会无有啊？肯定是真长真长。那、啊、为什么呢？未当往生，咱受业力的支配啊。业力是啊，非常复杂啊。啊，无往生，就会去六道轮回咯。六道内底去倒一道咧，会得到领导未？我界十仙啊，真正做到，会当拍80分咯。来生才会当得到人生，哪个未当拍80分呢？迄度也靠不住咯。家己的心内都爱有数啊！烦恼习气，啊，感悟减轻，
啊，有福的人当然会减轻咯，减轻是不是有够分量无？是不是会保着来生的人生的这个标准呢？那我们当要安怎呢？因为未当呢，啊，都是三途去咯。咱来会记哩啊！唐太宗当年死了后，伊都未去，精神都去咯。那为什么去精神岛呢？精神岛是武器啊，到时阵未歇颠倒啊，连厝内人未认你咯。未歇颠倒，倒半时啊，精神岛咯。然后万分呢，就是地狱岛啊。极度障碍，贪欲是有轨道，那咱这习气呀，有无？也有万分的人无，万分的事无，也有贪婪，放不下无，啊，经济财富地位。个包括这阴污，这物件拢都来放下，这拢是假呀。放在心内，这都是三毒的业因啊。那三毒对落去也真容易啊，出来是真困难呐。啊，唐太宗会当离开地界。一生对精神，精神到以后，有过来人间来去，时间无长，就过对地狱咯。伫地狱时间较长，啊，谁人救伊呢？军师弟要救伊啊！啊，咱甲伊有一点仔缘分，咱发心印军书地要，咱印一万套，流浪去全世界。这是伊啊，附体。迄个时阵，我住伫澳洲。五念法师的小妹，唐太宗府邸的身躯里，感恩，我感觉真正奇怪，我都无为你做什么好代志，哪有什么恩呢？什么恩？伊就会讲到军书地啊。那个这个主引出来咯，地藏菩萨在离开地狱，还伊跟我讲，这本书会当救中国，会当救全世界。啊，我冇听别人跟我讲。伊附体了后，伫咱学院念佛堂，都啊一个话个啊，伫遐念佛，啊以后听讲伊去天道咯，嘛听讲伊啊念佛往生咯，这拢有可能啊，因为阿姨甲佛的缘真深。当时做帝王的时阵，是佛门的大护法啦。啊，所以讲永生真有可能啊。
民讲咯，我所提古布改革，这拢会当甲称作是更改。下面日本准地法师，日本人受经主解来对解释这句经文，书记方清为五经改者，也有三义，也有三意思。第一个为菩萨上道净土之行，为低级啊。那这个代志，法上菩萨知影。那这个上道净土啊之行，是四圣法界，就是十法界顶面的声闻缘觉啊，菩萨佛。十法界内面，顶面四法界是净土。下面六道轮回是秽土，这个代志伊知影咯。金玉的诸佛土之中最胜净土，所以弘亲为我境界。我唔是讲求一般净土。我求啊，最殊胜的超越啦，这个四土的净土，伊求一个啊，这都唔是伊的境界咯。第二位啊，是随国主啊，熬浴啊，应力处置。金玉我行者力不透啊，这个意思深了，这不是一个境界。啊，这个意思是就是实实在在。啊，虽然随着各族每一个修行人的老弱爱好。个也愿望啊，应力处置啊，啊，譬如修行的四故，苏陀丸、苏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，啊，因所得的乐。啊，因的欲望是无同款。啊，初果的人希望去种着二果，二果的人希望种三果，三果的人希望啊种四果，无同款嘛。啊，这些随着因家己修正，也当种着。啊，这个都是应该接触的。啊，现在发种 BQ 也愿望呢，啊，都、就是讲啊，希望啊，我行者的不脱，这个意思深咯。我行是包括灵行、天行。声闻缘觉菩萨五行啊，啊，这五种人啊，会当啊隆重隆力是不庄严土，啊，真的是不容易啊，就是太特殊咯，所以这意思深咯，啊，不是我的境界，啊，这里面是骨骼。啊，是五念祖老居士讲的啊。不托乃发心大师所居，都是啊十不庄严土。现在那是叫离行林，离行啊，都、就是啊修行咯。
伊袂当到这个展出了。比小神更加注意顶的林天呢，也都是讲天神啊、林神啊，哎，甲这四种人拢总拢去生到是不庄严土咯。恶非凡境所灵切，这个代志咱是无办法想象。透过这句佛法讲的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是无办法想象。一般来讲，根本都无可能的。也无可能，为什么变成可能？这个内底义理就深了。第三意思呢？虽法不故妙，法是法心，不是不心。因的境界观啊妙啊，非菩萨之分啊，都爱发心菩萨才会用力啊。普通的三贤菩萨都蒙袂用力啊。天台别教入诸十行十回向拢嘛无见性啊，拢嘛无真正开悟，那因伫倒位去修行呢？伫十法界内面，有法界、菩萨法界，伫即内面啊去修行。声闻缘觉有伫下面有四层，顶面有菩萨有佛，那就是别教的。三贤叫做观教菩萨，但伊无办法进入是不妥。也即个内面，我心内面，原心。要改精神无贵地狱，这内底有修行的人，有这类功德真大的人，在三摩地是什么原因呢？冥冥中时这念头错了，为什么佛教导我们上王星？上王星的时阵，对王星的人身体唔通去甲摸着，是不是讲伊倒的这个门层，拢唔通去甲卡着啊？因为去甲摸伊伊会有痛苦，迄、那个痛苦一个万分心思咯，就会去地狱咯，是惊一个所以上王星一定爱了解，爱知影讲伊的门层是袂用去吸伊，行落心中爱离开一点仔距离，唔通去甲吸着惊伊讲会生气真分心。真正讲修行的人你命中的时家己无这定功功夫上王星的人那无细腻，去触犯着伊伊会生起万分心，你就会去地狱啊。会当多未会当多这种菩萨去地狱的度众生，专门度这类的人。
就是到地界了后，拄着菩萨，菩萨加伊啊，伊会依靠方形对地界骨出来。啊，地界道、无非道、即生道，拢有大修行的人伫内底啊。就是讲，临命终时一念差错啊，对伊哩咩？因拄着善缘，拄着佛菩萨，听经啊，闻法，伊阿赖耶内底的种子啊，会去现行，帮助伊啊，真紧的脱离三恶道。这念佛的人呢，可能对恶道内面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。那信教极乐世界的是平等的态度啊！啊，信上甲阿弥陀佛啊，是完全拢同款。啊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啊，威神的加持，啊，神通道力、智慧都嘛甲佛相似啊！所以啊，伊有能力，经常不断化身去到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内面去拜佛、供佛啊，从什么呢？修福啊，听经闻法是修福。非常修啊！咱今仔要看到一尊佛，都无容易。到极乐世界，一切诸佛如来，拢嘛真容易接触到啊！因为世界内底时间、空间啊，无落，也无空间，就是无距离。希望世界一到位，就在眼前啦。也无时间，就无前后。你若要看过去佛，要看未来佛，拢看会到，拢无障碍啊。啊，所以进入世界啊，修行容易啊，机会千万唔通去错过啊。做过都太可惜了。啊，在这个无限时空的内底，拄到这个缘呢，非常难得啊！千万难当去错过。下面第三个为。虽法无故妙，非菩萨之分。这个菩萨是三乘菩萨，我念经无量劫，当啊极乐智啊！两路法好讲咯，法不离心，爱经无量劫。必可我净啊！但是啊，现前是未用的。伊现前啊，相非机分，个下文为我境界啊，唔是我的境界啊。属于红尘，为我境界啊。红尘是功大为红，有水为清。所有三义不懂，抛弃机分，转归佛力，如来法藏菩萨主开他力门呀，这句话非常重要。啊，咱今仔日讲的啊，信心的问题，
对这句就要产生决定的信心，绝对不能有丝毫的怀疑。就是说顶面的三种是普通的一般的途径，但正宗是特别的。正宗安怎把家己淡掉，无靠这个，拢靠阿弥陀佛。我是不是成就跟我家己无关系，我家己能力当然是袂用的。了生死出三界，哪有遐容易？绝对是做袂到的啊！但现在安怎？现在专归啊佛力，也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，半信半疑会当学，这个法门绝对袂用的啊！100%的信心，99%的信心，各差一分都袂用的。为什么呢？不是我自己的能力，拢靠佛力啊！靠佛力凭什么呢？凭48愿，下面第六品就是48愿。所以48愿一定要认真学习。这是啊，咱呐、啊。往生极乐世界边故啊！都是阿弥陀佛啦，对咱的保证。48愿都是这意思啊！真正相信，一字都袂怀疑啊！恭喜你咯，你呀、啊，这个一生只要一句佛号那念好，好，你就成功。所以这点呢，信心原心，那一定要学海贤老和尚。那因不离，无读书，耶稣看到伊啊，为什么这个法门就是啊，要圆满的信心？都好一古作啊！这个人一生老实啦、啊，听话认真咧做，遇到这款的人，该一句阿弥陀佛，一滴个念落去，过年都是啊，一滴念落去啊，一生无换对目个啊，未变方向，听听着亲像海贤老的心同款。功夫成片啊，随心不乱，离心不乱，也啊顺利去成就。海贤老和尚，我看伊功德，估计伊啊得到随心不乱，应该是30岁左右；得到离心不乱，未超过40岁。也成功咯，代替代我明心见性咯，有智慧，表现在外面，那像是无智慧，有心通未现心通，老老实实做一个普通的和尚。会饮人之不能饮，为人之不能为啊！做一个现在啊，这个时代的老好的佛弟子。大家拢无介意啊，放在眼内。伊明文利用啊，边都未目到。二六时中，一句佛号
毋捌去丢失啦。伊会好好一句煞一句，一句煞一句。啊，接待信徒，有讲有笑。拢无藏在心内，心内都是有阿弥陀佛呀。伊才有这款的成就啊！这是咱的好榜样啊！最重要的一就是真正放下了。这时候世间一切法拢嘛放下了，啊，八万四千法门边都未去目着。那你来问伊赞叹啦，啊，你为什么唔学观不离呀？你看真难得啦，啊，我只会向念一句阿弥陀佛啦，其他什么都唔知呀。啊，乞丐，该对倒位学来呢？修改时阵伫阶段顶面学来，然后丢了后拢无丢失啦。啊，每工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绝对啊未去违背三规五戒。啊，实现三昧如意比丘戒。伊就做到了，啊！乞丐念佛，诶，吃苦啊，吃人所未当吃的苦啊，饮人所未当饮的体力啊，欢喜啊，充满，相信欢喜心，一生唔免骂人啊。一生唔系万分人，看到什么人都嘛好，看到什么代志都嘛是好。啊，人看到伊啊，拢看到笑眯眯、欢欢喜喜。一生都唔系批评过任何人，唔系轻视任何人。都不容易啊，这些所在都也是我们都要认真去学习的，所以我们在这地就要记这句话，抛弃几分转归佛力，这是啊法藏啊菩萨都是阿弥陀佛以家己开辟的大力法门，啊，不用自力办未到，完全靠阿弥陀佛。我念了好，我念了会相应呢。无杂念咯，到时阵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往生。啊，准地书仪讲出这句话啊。开他灵门啊，这个讲法啦，证明正宗，超前离见，不可思议。讲啊，真好啊！讲啊，一点啊拢无错啊！正宗就是专靠他力，无靠自力的啊。证明呢？就是真正说明净土宗究竟离见啊，这是大乘教顶上讲，净就是精进，见就是啊见解啊，超越咯，离嘛是啊超越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，
无办法想象，究竟方便。方便到什么程度呢？方便到究竟，无比这个更加方便的咯，叫做究竟。方便法达到究竟圆满咯，这句很好。啊，只要你真心真愿意往生极乐世界，无一个未成就的。下面啊，刷了讲咯，高价人心是无上妙地啊！啊，这句好好是阿弥陀佛啦、啊、所证到的这个啊高价啊，啊，幸福是故阿弥陀佛是圆满的觉悟，这句话是梵语。反正中国艺术啊，反正无弥陀，反正量佛啦，反正降，唔是袂当反。反正中国艺术就是无量降啊，无量降咧啊，都是啊阿弥陀佛啦。啊，咱今仔日用无量降咧作为咱的因地。修行的中心、核心，啊，咱修什么？咱就用无量觉，念念不离无量觉，念久了无量觉自然现前啦。还嫌老和尚。跟你做朋友啊，真正不可思议。啊，用弥陀骨骼作为咱修行的，咱在因地因心。下面念到一个简单的解释，伊啊为法藏菩萨闻《维摩经》解者，这个伊啊都、就是啊准提，准提老和尚啊，伊讲法藏菩萨啦讲的啊，《维摩经》解者一共有三意思。这是念到用白话啊，甲咱解释出来了，那互咱更加容易体会。啊，第一个，我随依地诸菩萨摄受一般净土之行。一般净土就是啊，一切诸佛的净土咯，方便土啊，净宗法门叫做方便土，是净土，同基土是秽土，同基土就是六道啊，净土是四圣法界，声闻啊、缘觉、菩萨佛啊，无六道凡夫。所以啊，伊就是净土啊，叫做世界有方便土，就是净土。这个菩萨因的了解，啊，但是今仔日的法藏比丘啊，要求的呢是啊，最胜净土啊。而且是超过诸佛的国土，个飞蛾境界啊，这就啊困难咯。一般的净土，法藏菩萨知影，这修行超过啊一切净土呢，
真正超级了。那净土超级了啊，连那东极土阿妈超级了。那极乐世界确实是有四土，东极土是六道，伊无六道，只有两道，人天。无修罗道，无三恶道，叫做世界有人天。都有一挂人是人天呢，功夫成片，身高叫做世界都是人天道。啊，如果证都修够了，也就是讲见思烦恼断去了。从修行初果到阿罗汉到四果，包括辟支佛拢种拢嘛生方便土啊，方便土就是啊一般的净土啦，和一片无明净一分的发心，生十宝庄严土，也叫做世界有四土。但是四土拢真特别啦，也咱历史就不愿看了。四土拢总都是啊，发性土。这就不可思议了。要换一句话讲，是发性土，就是无生灭的现象。啊，咱现在啊，这个世界，释迦牟尼佛的东极土，人有生老病死，地不如生诸异灭，空不如生诸怀空，这拢是生灭法啦。极乐世界反省东极土，伊嘛是不生不灭的呀。用换一句来讲，名是反省东极土。实际上呢，甲十宝庄严土拢同款。那东极土啊，如是；方便土嘛，如是呀。啊，所以整个叫做世界四土，拢总是发性土。这点咱来创个清楚啊！发性土是无生灭。发性土里面的人是无量寿啊，啊！经文顶的一句话就说明了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就算是凡尘当基土，下品往生，拢总啊，拢嘛是阿弥阿弥陀佛啦，该做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发心菩萨。啊，这句话重要啊！阿弥陀佛这愿，这愿兑现咯，无兑现你就未成佛。四十八愿，愿愿拢嘛兑现咯。那叫做世界这万万成就，这边十方一切众生啊，就算讲是三恶道啊、念佛啊，去往生的啊，嘛是拢总是阿弥陀佛啊菩萨啊，所以这个叫做世界的确确实实、道道地地是一佛性啊。平等啊，成佛。让咱赞美这个世界，圣灵地利的世界，大同世界啊，有一点这个意思咯。啊，住伫这个世界的人，大概是啊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啊。
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是平等对待的。啊，三种不退，修行为不退，唔通去看修行错过啊，证到错过的人的好处，伊啊决定啊未退转到这个三恶道，伊的生生世世人天两道，人间寿命到了升天，天上寿命到了过来到人间来。只有啊，人天往返无三恶道，也未变作奴才啦，修罗为不退啊，也行不退是菩萨，绝对未退转这个菩提心。啊，菩萨发心行度众生，这个度家己。在星星就别人，家己这个成就。啊，第三种念不退，念不退是发心菩萨了。这个观呐、啊，啊，念念诸相无相菩提，诸行化他。无起心动念过啊！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无起心动念，这个咱嘛都爱学啊！但见识，你们先不为生色啊，所干扰，不为生色啊，所动摇，你的心清净呀！你的心内只有阿弥陀佛，听个清楚，看个清楚，无藏在心内，这叫大修行人，真正修行的人。爱在啊日常的生活当中来去练啊，那特别是人事环境。爱用什么心？把所有一切众生拢甲看作阿弥陀佛，妙极了！看到你阿弥陀佛，问你什么请你啊？你是阿弥陀佛，伊啊嘛是阿弥陀佛，大家拢是阿弥陀佛啦、啊，好啊！啊，修行都要用这个方法啦、啊，看到人拢是阿弥陀佛。看到精神嘛是阿弥陀佛，狗啊猫啊，看到蚊虫狗遐拢嘛是阿弥陀佛，无一项唔是阿弥陀佛的呀、啊。阿弥陀靠定咯，啊，这一切一切拢嘛是阿弥陀化身呢，拢是阿弥陀佛来度我。啊！我这念了一转，业障就无了。你未当转啊，都有业障啊？为什么不福？古报啊！念头一转的时阵，不福都无去了，无故了。啊！我是弥陀的弟子啊！如果以外都也是阿弥陀佛，这个方法啊好啊。啊，第二应立是净土啊，应该立处的净土，其实这随一本人各自之愿傲，但今用五行形林，该灵生不复及国土。
乃十方之所无，我非我境界啊。啊，平常讲的这个净土呢，啊，是依依个人的意愿、个人的功夫，啊，断见诸烦恼，生声闻法界，断见诸烦恼习气的，生啊缘觉法界。断尽三烦恼的啊，生菩萨的法界；破一片无明，净一分法心的啊，生那是不妥啊。这是随着个人的这个境界，现在我从所求的啊。是希望讲，这五行行人啊，都五行呢。下面讲咯，五行第一个人天，人道天道；第二声闻，第三缘觉，第四菩萨，第五是佛行。啊，这五行行人。隆中立不佛之土，经义上情啊，这代志真特殊啊，世间无的啊，一切诸佛刹土内底也无的啊，啊，所以经义上情啊。啊，人天行啊，都、就是凡夫，无出六道。啊，修行，声闻缘觉行，修行啊，即欲令啊，凡嚣行人，叮当啊，大行啊。为佛行之大菩萨啦、啊，佛行啊，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的才会菩萨啦、啊。当定不佛净土，做一个去啊，极乐世界，啊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啦、啊，是报啊庄严土。初期结亲过完回我境界。第三是讲发心加上集讲。啊这个发心都是不妥啊。发心啊加上集讲。啊不佛加是不庄严土。啊这个不佛不佛啊，十部庄严土，境界高妙。啊，这地的人是伫遮，伫咧修行，伊最后果报都是成佛的。所以啊，甲称作是果啊，称作是妙啊，非一般菩萨分来之上行。啊！我可敬无量劫，专精修习而正得。但我当下上慧啊，机分故我啊，非我境界。啊，讲伊家己会当啊，精无量劫，专修行即得爱专呐。啊，精啊！啊，专于精进，安尼来修习，都会当精着。不过现在伊啊，也未来到
这个地位啊。所以啊，当下上飞机分五岳啊，为我境界，法藏菩萨主答。虽有不懂这三义三意思，但总是抛却啊，机分转归佛力，这句重要啊。就是讲无用家己，无靠家己，完全是靠啊佛力。八万四千法门，爱靠家己。无量法门嘛，都爱靠家己。现在我拢无咧靠家己咯，拢嘛我靠阿弥陀佛啦。啊，主要的意思是伫即地啊。啊，所以即地一句咧，嗯，都念出来，叫咱都爱会记哩。净宗法门总是抛却机分啊，转归佛力。然后回我境界这四字呢，就是抛却机分。请佛名师，就是转求佛力咯。啊，上文世间自在王如来答复伊的三句话啊，汝住思维，汝住动地，汝应住力，这三个助力，拢得自当然自性，这就是啊靠家己咯。爱现妙心，在靠家己正观无量寿和经中，是心是佛，是心做佛。那是这个意思，这是机分。有佛的人，特别是念佛求往生的人，咱常咧讲的信心难啊，真难啊。啊，观音来对这两句话啊，是正宗修学的核心，总纲领，那就是是心是佛，是心做佛。华严经上所讲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来相信。你若不相信，伊就难咯。阿弥陀四十八愿，为什么帮助你生做佛呢？因为你的心啊是佛啦，啊是你的心就来做佛啦。阿弥陀佛，甲咱做一个啊正常人呢。啊，这个正常言非常重要啊！啊，所以这下面讲的啊，玄机玄妙的宗旨啊，但欲一切众生来中机灵，明处根本，方能升起。无量无边诸觉觉他之妙行啊！
这句话对中机灵，这个机灵就是自性啊。明出根本就是明心见性，啊，大乘佛法修行是以这个为目标，到明心见性啊，就算讲毕业了。这就见分啦！啊，明处根本了后，要去倒位去，拢嘛是去到十宝庄严土去修行啦。啊，这个就叫做法宝，微妙啊！啊，明心见性，这生起无量无边诸觉觉他智妙行，这个妙行是菩萨行啊，就是讲你有智慧、心通、道力，个佛啊，真正上师啊，那就是。啊，差不多啊！你才有这能力，主角甲他，那主角提升家己，甲他帮助一切众生，破迷开悟，那、啊、这是妙行啊！啊，今法藏菩萨啦、啊，再请阿弥。为我境界，加佛啦、供养啦，是即啊，我无自性，这个意思好啊。啊，为我境界是家家鸡蛋雕，可我是未用的，我做未到啊。那请佛供宴呢？宴都是啊，演说啦，先行宴告，这个宴有这个意思啊。哇，完全都要靠老师啊！啊，这是完全对我来啊求助，对我这个大圣大贤。啊，准提师都讲了，出来法藏菩萨，诸开他的门也，出故道破净宗的玄秘，世称净宗为他的法门，净宗所以令三军破皮，一心兴办，凡夫理行，立定不退，该定。弥陀一行远海，那里风明之力，诸皆重他力啊！啊，那为什么相信呢？都是根据这个。啊，那相信这话，大理大句了嘛是真的，无一字是胡记。啊，实在真相啊，都、就是这款的啊。啊，净宗，你甲看麦，三军菩提，三军就是上中下，上军是菩萨，中军是声闻啊，下军就是六道凡夫。啊，只要你接受，这个法门，一生都会圆满。成是成就啊，办就是办好了。啊，这个一生成办什么？成佛之道啊，一生都决定了，这不得了啦。
啊，凡夫就是啊，人天，你行的行不严格，拢中拢定不退转啦。对，三不退，三不退都是阿维瓦迪菩萨。阿维瓦迪菩萨都是发心啊，大意思啊。该中完全都要靠阿弥陀佛的一行愿海，一行愿海都是四十八愿，咱都是挖苦一个呀。啊，咱真正相信讲有叫做世界，真正相信讲有阿弥陀佛，一点啊都袂怀疑呀。啊，咱真正相信靠阿弥陀佛靠一主啊，绝对袂讲予咱失望。啊，人伊方便，这力量，无物论比。啊，这都是啊，完全。用中啊，他念，伊是阿弥陀佛啦、啊，唔是靠家己的啊，是靠他念。啊，净宗所以是究竟方便者，啊，修行正果，无量无边的法门，这个法门究竟方便。方便门啊，未过找到这种的方便门咯。方便门当中的第一方便啦、啊，啊，即以阿弥陀啊无上的国格，伊就是讲用啊，咱用的都是阿弥陀佛无上的国格，这国格就是佛号啊。作为众生因地初心，都、就是这个啊初发心、初悟啊。海贤老和尚的师父啊，端盖老法师。修一座道德啊，真心改剃头，剃完了后交代一句话：南无阿弥陀佛，一滴个念落去，啊，明白咯。唔通乱讲，唔通讲啊！哎，你明白是什么？明白就是明心见性，开悟咯。念到啊，你心不乱，唔通跟人讲，也是假做戆人。啊！伫世间做一副模样，修行人模样，念佛人模样，就会表法啦。伊拢做够咯，无辜负老师啊！真正什么拢嘛知影咯，念个明心见性。啊，所以名号就是阿弥陀无上高降啊！作为众生因地初心，因地初学，也把阿弥陀佛放在心内。一大孤海，
高铁姻缘，这句佛号真正的放在心内，无梦想，无执念，这能量啊不可思议。为什么个阿弥陀佛啊就通了？啊，那像现在电视同款呢，你这边一叮当，那边就知影咯，阿弥陀就收到咯。那讲是有执念、有梦想呢，把你的功夫也拢破坏了。也阿弥陀佛知影无知影咯，虽然知影都袂当跟你通啊。让伊得发出来，你收袂到啊？为什么收袂到呢？你有执念，你有梦想啊！伊啊，干扰着你的心，所以你收袂到啊。如果你只有阿弥陀佛，无执念，无梦想呢？你跟阿弥陀佛就通咯。无执念啊，无梦想，只有阿弥陀佛。就叫做功夫成片咯，所以啊，阿弥陀佛啦，会现身给你看，你的心啊都会定咯。为什么？亲身看到阿弥陀佛啦，你敢会怀疑呢？有人怀疑有啊？为什么？这地我用着顶啦，唔敢放下啦。那边跟阿弥陀通了，这边也是放不下，那就没办法了。阿弥陀给你要嘛要不起啊，所以呢，念佛的人，意思就对这个世出世间一切法，哎，淡化，哎，怎样真相？真相啊，大乘经上讲真多啦。讲上直接的了动金刚经啊，中国人上爱念，分量无多，就五千字。啊，金刚经都甲人讲啊，凡所有相皆是浮梦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。甲你讲，所有一切法有为法都是无生无灭啊。隆重隆马是梦幻泡影，既然是真的，你来从清楚从明白咯，你就放下咯。你个人跟世间人欢天喜地还是什么呢？那都是接引众生啊，那是度众生的啊。有放在心内没有啊？高明也把这些事法放在心内，错了都造成障碍啦。啊，阿弥陀佛啊，这列山个障碍掉了，未通了。啊，所以真正因大过海，因就是咱家己的执念，故啊，都是阿弥陀佛。故铁因缘，阿弥陀那边呢，真正像大海同款，阿弥陀无处不在，阿弥陀无时不在，一旦有感，马上就现啦，感应啊难思，因果同时。那处又是他力之妙用啊！更加以我性异性，机灵难明啊！这是一般凡夫现象。外面佛菩萨圣贤容易相信，家己的心性真不容易明了啊！明心见性难啊，
那外面圣贤的真正那了解啊，认识咯，容易相信。那外圣依信阿弥陀佛，既然难明刷了啊，放在一边，卖去个插伊啊。人专心专意，都是靠外圣，都靠阿弥陀佛啦、啊。靠到最后就知影咯，原来阿弥陀佛啦、啊，不离诸圣。大家看到三世系念的法本，中宏禅师讲两句话啊，讲得真好。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讲得足好个呀、啊！阿弥陀对对来，我心自现的呀、啊。那叫做世界是多维度的质地啊，诸行即是净土，净土即是诸行啊。只要你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甲放下，质地就是净土。家己叫做世界无离无别。为什么呢？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就回归自性了。那咱这世间见性了要安怎？看到一切法清净无念，那无念有；看到一切法不生不灭。这见性咯，所以来知影因果当时，感应不可思议啊！时无波凡夫，但因信有世界名为极乐，其他有佛和阿弥陀。深信出两个有理啊！啊，念落这做甲真好，写甲真好啊！这两个有理太重要了啊！两位大师，第万年。放下万言，一心念佛，也家己出一个外号，叫做西有道林啊！啊，西是西方，有就是啊，有叫做世界，有阿弥陀佛。啊！把这两个幼理作为家己的外号，念念不忘啊！这两个幼理啊，所以呢，两公老技术啊，更多人哎呀，灵性啊，灵性有世界。名外极乐，其他有佛和阿弥陀。阿弥陀经得名讲的啊，呀，深信这两个有理，切愿往生，以向此名即可如愿啊，经定不提啊，现在还无所动念啊，等马做一教。一点都无困难，也六独言救命诸心，这为上帝所堪念。那如果是讲明心见性，那就是上上君临咯。也不是上上君临，就是
做未到的啊。啊，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地啊。